们要维护那个优良文化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责任啊，我们要把它推广，我们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我们要积极去发展，我们要把咏春拳打造独有的文化品牌，我们还要把香港打造成为功夫之情，我们不单只有那个蛋挞奶茶等餐饮文化以外，我们还要有那个咏春拳文化。咏春拳是女人的机会，